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夹娃娃的。那么这期来到了深圳罗湖金光华广场的五楼，听别人说呢，这边新开了一家城市密码，挺好抓的，走去看一眼。内丢机3币，其他的好像都2币。好了，现在120币，试试看。
120币花完了。这边就要从这边出货。这衣服好好看啊，底都抠出来。
那么这边呢总共是花了210元，因为它开业的时候有那个活动嘛，那个团购的，所以就210应该是有360币这样吧。来看看360币210块钱抓到了多少个。我觉得战绩还不错啦，主要是一开始那个120币花的有点那个啥了。它这里内丢机呢，它是爪子比较硬啊，然后没有二收，然后但是那个盲盒呢确实还挺白给的。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